下面呢，这部分内容叫岩土分类与不良土质处理。这一节注意啊，基本上就是选择题的点，这里边就不是案例题的点，但是呢它在教材当中所占的篇幅还挺多，不是特别好理解，挺烦人的一章节，但是它不是我们案例题的考点。第一个是工程用土的这个分类啊，工程用土的分类，说我们分类呢，它是根据啊我们土的颗粒粒径大小进行分类，比如说啊 ,0.005 毫米以下啊 ,0.075 以下，然后呢2毫米 ,60 毫米 ,200 毫米，哎，这是划分最小的，这叫什么 ,0.005 以下，粘土、粉土、沙、粒啊、卵、飘啊。好，这种0.005 以下真的太难找啊，咱们就没有找。这个呢，如果是作为粉土，它是 0.005 到 0.075 啊之间，这叫粉。而我们沙啊放稍微大一点啊 ,0.075 到2毫米之内，这个可以称之为是沙土。而我们的砾石呢，2毫米到60毫米，这叫做我们的砾石啊，大家注意啊，2毫米的60毫米的啊，那么60毫米到200毫米，这叫什么呢？我们的卵石。这个卵石大家注意啊，有小的啊60毫米6公分的，当然还有这大的卵石啊，这种大的卵石呢，你看鹅卵啊，这个比较大。而我们再往200毫米以上是叫做飘石，大飘石啊。这个呢大飘石我们这儿用的很少，一般的粘土呢能不用也尽量别用，中间的这些啊。土的性能参数，这里边呢是考核我们选择题的，特别烦人概念性的啊。在叙述的时候你得能够挑出来，这里边需要注意的含水量。含水量呢咱们前面介绍过，这里边说土中水的质量与干土粒质量之比，我前面写的重量，这儿说的质量，一定注意啊，此处的质量别给看成是好坏，就是重量的意思。但是现在呢都称之为质量，但是这个质量是相当于重量的意思。好，后边什么孔隙比呀、叶线呢，这咱们不去看了，你自己一定要记一记。这种大家注意啊，这种就是咱们呢不一一的去给他把这个给读出来的这些知识点，这里边比较多，大家呢自己还真是要投入一些时间和精力啊，一定自己投入一些时间和精力啊。因为呢在这里边考试它是选择题，你如果连读都不读，可能呢在考场中就乱了，就挑不出来了。土的性能参数，这个考试考过啊，比如土体的抗碱强度，土的强度性质通常是指土体的抗碱强度，后边记土体抵抗碱切破坏的这个能力。这个知识点注意啊，我们一定要注意，是属于后期还可以进行考核，这种呢就是概念性描述的，一定注意它是可以重复进行考核的点。好，下面看这个不良土质路基的处理方法，这里边呢介绍的主要是后边什么我们的软土啊、湿碱性黄土啊、膨胀土啊等等的处理。这个第一呢是不良土质路基处理，施工前做好下列准备工作啊，这个准备工作都是有什么，这个一定注意啊，不是案例考点，但是我们这儿为什么要说一说啊，这里边就是平时学习的时候咱们要练一种能力，什么呢，叫做总结归纳的能力。比如说啊，在这里边这一大段话你读完之后，你发现他说了什么，核心的就是要做现场调查，要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啊，这不是安全专项施工范啊，就是针对性的。还有呢，选择适宜的季节施工，这是他强调的。所以说呢，在平时学习的时候，对教材当中的一段话，你呢能够做到给他总结归纳，用精简的语言给概括，这样是对将来答案例有帮助的，以免你在写案例的答案的时候大段的描述，但是写不到点上，这样呢能够在读书的时候做一个练习，做一个训练。后面就是对于这个软土啊，首先软土，什么叫软土呢？淤泥质土，即天然强度低、压缩性高、透水性小的粘土，统称是软土。这个定义呢，考核的可能性呢是有，但是不高啊。然后呢，这个软土啊，具有什么呢？天然含水量较高，孔隙比大，透水性差，压缩性高，强度低啊，这些特点。总之，这软土啊不太好啊。软土呢怎么处理？这就是选择题。你比如17年就考过啊，有数十种，特别特别多。常用的处理方法，什么表层处理呀、换填呀、重压呀、垂直排水固结，具体可采用啊两种啊，这是具体可以采用的，什么置换、抛石挤淤啊。抛石挤淤呢是在2014年二建的案例中还出现了这个专用词，就是软土啊往里边抛大石头呢去挤，把那个水分挤出来一些，等于有筋了啊，再去填土，它也是有一定承载力。还有沙垫棚置换、反压护道、沙桩、粉盆桩、塑料排水板及我们土工之物等等。考试这个地方呢，大家就是还是那句话，叫多读啊，不是说直接给它背下来。好，这就是整个粉盆桩。粉盆桩呢就是打孔向下喷我们的什么石灰粉啊，这些水泥粉啊，粉盆桩。反压护道，什么叫反压护道呢？注意啊，你这个整个路基下面是我们的软土，那么软土呢上面这个路基填土比较高，它就会下压呢，注意啊，它下边由于这是软土就会向两边去挤，那两边挤整个路基不就沉降了吗？那怎么办呢？在两边啊，你做这个叫反压台，压住它，它这个路基向下进行下压，把这个软土向两边挤，两边要往上翻的时候，注意你两边也有这反压台，想让它翻不上来，给压回来，反压护道啊。还有什么排水固结呀，塑料板排水，塑料板啊有那个沟壑啊，然后呢它有这虹吸水呢从里边出来。湿显性黄土啊，湿显性黄土这个土不特别好啊，表面看土质叫均匀，结构疏松，孔隙发育，在未受水浸泡的时候，就是没有水的时候啊，未受水浸泡一般强度较高，压缩性小啊，这个是没有受水浸泡，但在一定压力下受水浸湿，一旦受水浸湿，注意它土的结构会迅速破坏啊，投降了啊，破坏了啊，产生较大的这个附加的下沉，强度会迅速降低，这个可不好啊。那么对于我们湿显性黄土可能产生的主要的病害有，这是选择题能考了吧，路基的变形、沉陷、开裂，我们道路边坡的崩塌剥落，道路结构内部易被水冲侵啊，这个成为土洞啊、暗河都容易出现这种。湿显性黄土这个路基处理施工啊，注意他说除采用，也就是这些，除了采用这些呢，是不是我们可以采用的防止地表水下渗的措施外，那么防止地表水下渗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处理措施？还可以根据工程
地理情况采取，后边还可以采取的什么换填土、强夯、挤腻、预侵、化学加固啊，这些方法进行治理啊，并且可以采取防冲、截流、截排、防渗这些措施。后面是个单选题啊，加筋土、挡土墙是湿碱性黄土地区得到迅速推广的有效防护措施，是个单选。那没办法，这种题就是选择题，能出的点比较多，而且不好记，那怎么办呢？多读一读。后面呢是膨胀土，如果说湿碱性黄土就挺讨厌的，膨胀土更讨厌。为什么呢？它是具有叫吸水膨胀或湿水收缩特性的高叶线粘土，称为膨胀土。吸水膨胀，湿水又会收缩啊，这个特别不好啊。其显著的膨胀收缩这个特性，可使路基发生什么呢？变形、位移、开裂、隆起这些严重的破坏，这也是一个，它会成为什么呢？有什么问题呢？出现这些问题。它对于膨胀土啊，可采取的措施啊，包括灰土桩、水泥桩，或用其他无机结合料对膨胀土路基进行加固和改良。同时啊，应对路基采取防水和保湿，如后边啊，设置排水沟、设置不透水的面棚的结构，在路基中设置不透水层，还有在路基呢裸露的边坡的位置植草、植树，这些措施也是啊，容易混啊，这块容易混。有人说，哎呀，我在学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这块呢看着就头疼。好，那如果真是这样，大家记住啊，像这种内容呢有这么好几个，然后里边呢有的文字还特别像，有的措施呢有点分不清，这种地方其实耗用我们的时间是比较多的。那你要真是这样，那就赌一下，我就赌他今年考不到，那就把它放掉。说真正考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真正考了，如果他把这题出的稍微有一定的难度，你看也有做错的可能，你不看也有蒙对的可能。那这种既然是选择题，如果觉得真的不是我们的菜，觉得投入时间挺多还搞不明白怎么办呢？给他适当的放一放啊。下面呢是关于冻土。冻土呢它分为季节性冻土和多年性冻土这两类。多年性冻土这个从考试角度上说它概率真的很低啊。比如是东北某些永冻，整个有永冻层啊，那个多年性冻土考试不会考。考试真要考还是季节性冻土。那么对于这个季节性冻土，说为了防止路面因路基的冻胀而发生变形破坏，在路基施工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啊，这以下几点核心的就是增加路基的总高度，选用不发生冻胀的这个路面结构层的材料，还有呢可采用调整结构层的厚度，或采用我们隔温性能比较好的材料，还有呢就是防冻层的厚度不低于我们标准规定。总结下来就是路基防冻胀，提高我们的路基面，调整结构层的厚度，选抗冻材料，选我们隔温材料，防冻厚度符合标准。这也就是说，如果是做到案例，可以按这个答。当然这种冻土这块没考过啊，考核出来概率是比较低的。我们的第四个小节，这更是选择题的考点，好像快考20年了，在这里边考试出过一次一分的选择题，所以是需要给它边缘化的。简单了解一下，说地下水的分类与水的作用。那么地下水的分类呢，在这里边啊，记住，
说有这个固态、液态、气态，这个不会考啊。其中液态水有什么稀浊水、薄膜水、毛细水、重力水，哎，这个有一定的可能性了啊。关于后边二，从工程地质角度，根据地下水的埋藏条件，又可将我们地下水分为好，这个倒是考核概率要增加了啊。上层治水、潜水、承压水，后边在工程降水的时候能够体现出来。后面呢，关于水的这个作用，工程实践表明，在我们道路路基施工运行与维护造成危害诸多因素中，影响最大最持久的，好，这是典型的单选题，是地下水。好，是什么？这就是容易考试考到的。关于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控制，这里边路基排水啊，路基排水，注意这段话，在有地下水或地表水流危害路基边坡稳定时，可以设置我们的渗沟或者截水沟，边坡较陡或可能受到流水冲刷的时候，可设置各种类型的护坡啊、护墙，这也是一个能够考核到的第二个点吧。这里边前面那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后边是关于路基的隔水截水啊，这里边要注意一下，路基隔水截水，地下水位接近或高于路床的标高的时候，应该设置什么叫暗沟、渗沟或者其他设施，这里边暗沟、渗沟是考点。另外呢，地下水位或地面接水水位较高的时候，那么路基处于过时状态或者强度与稳定性不符合要求的潮湿状态的时候，好，后面可设置就是考点了，可设置啊隔离层或采取疏干措施，一个设隔离层，一个疏干措施，可以采用的是什么呢？土工之物、塑料板等材料进行疏干，或我们超载预压，提高承载能力与稳定性。这里边可以采取的措施一定要记住，这是也是选择题啊。关于危害的控制措施这块，危害的控制措施，这里边路基与路面呢，这句话在我们基层施工中严格控制我们的细颗粒的含量，就是你那颗粒越粗越好，在潮湿路段应该采用水稳性好且透水的基层。第二个，面层结构啊，除满足设计要求外，应考虑地表水的排放，防止地表水渗入到基层，且总厚度哈、啊，且其总厚度要满足防冻层的厚度要求啊，总厚度。如果总厚度不足呢，可采用水稳性较好的沙粒啊，或者隔温性较好的材料设置垫层。想一想，前面不是我们这儿有这个排水垫层吗？这里边体现出来了。好，关于整个道路路基啊，大家是不是感觉到内容呢？后边的内容包括水这个位置，包括这个土，其实都是选择题的点。但是前面咱们路基的，不管是挖方路基，不管是填方路基，还有碾压用土啊，这都是案例题比较容易考到的。而且呢，考试有可能考到一些施工现场的常识，也就是说教材当中的内容只是一部分，有可能有延伸的知识点。好了，关于城市道路路基部分的内容咱们就介绍这么多。当然在我们后期的课程当中，对路基还会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介绍。好，我们下节课再见。